你的小故事，我的大新闻，欢迎收看 PEPPO 公民新闻报。不知道观众朋友，您喜欢放风筝吗？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带您到苗栗的风筝文化节，看看各种特色的风筝一起飞上天的美丽景象。飞行时外套飞扬，双脚跳动，就像跳着招牌骑马舞的江南大叔风筝。创作者韩国风筝好手江生珠也热情呐喊 Oppa Gangnam Style， 表达参与这次活动的喜悦。苗栗后龙溪畔大大小小各种造型风筝飞扬，风筝文化节正式展开。现场除了国内外好手齐聚一堂，还有蜘蛛人边展特技边放风筝，让围观民众大开眼界。除了年轻人玩 cosplay 放风筝，这次还请到玩了80年风筝、有风筝老顽童之称的严金云到现场释放风筝，面色红润，精神奕奕，看不出已经88岁的他说，风筝最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在蓝天白云下释放，心情好，身体自然健康。在最早的时候，我们用竹子做，那个比较简单。现在用各种那个现代的材料，可以变化很多，很多造型都可以放。像这个风筝是一个照片，照片我同时可以把它放起来。抬头一望，各种造型的超大软体风筝飞扬。喜欢的就是那个女生的下半身的那个国外大师那个风筝。最喜欢那个老虎那一只。为什么喜欢？你看多活泼，老虎很活泼啊。小丑鱼、红鱼还有身后跟着两只小鲨鱼的潜水夫造型风筝，让天空仿佛成为海洋世界。苗栗的九降风成就了风筝文化，不过成也风败也风，忽大忽小的特性常让选手的风筝缠在树上，更别说是一般民众。这次的活动除了推广风筝外，还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。满天悠扬的风筝让年轻人体验早年风筝文化，也再创苗栗风筝的风光。城市结合电影来行销已经成为吸引观光客的好方法，台南市就因为是日前卖座的国片《中破塞》的拍摄地点，吸引不少影迷来探访剧中的场景，带动府城的观光。取景于台南的国片《中破塞》上映后，票房成绩不仅亮眼，也成功的替台南制造最夯的旅游新景点。隐身于小巷内的妈祖楼天后宫是电影总库师的场景之一，而在一旁的还有 iPhone 小吃店、王家牛肉面店，许多民众纷纷前来品尝，更有小影迷大跳金马博昂，可见电影魅力不能小看。台南市政府与文创团体石鼓集乐团携手打造最新国片《加油男孩》，希望借由电影与当地的景色做结合，给予外地民众更加深刻的台南面貌。台湾之门就从这个台南开始，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故事是真实的。你踩脚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所讲的故事或者他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可能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从先人啊、祖先在这边开垦，所以它的美就是很自然的取材，跟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。首映会当天，石鼓集乐团发挥巧思，配合剧情，利用场内废弃机械进行演奏，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回应。百年建筑透过电影的宣传，赋予糖厂新的生命。透过电影可以让旅游成为有故事的行程，也许废弃的仁德糖厂也会因为电影再度掀起糖厂的观光热潮哦。PEPPO 公民新闻报，我们下次见。